休息啦，下次真的要记得追垃圾车哎、欸。贴完了，赶快来回家了啦。不对啊，啊你们这么多人都看到我乱丢垃圾了哦。啊，那帮我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要说哦。真的不能说哦。哦，阿阳啊阿阳，你快点呐、啊！每次都慢吞吞，等下就影响到我们下班呢。哎呦，很累耶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哦，真的都是阿慧啊，半夜不睡觉，找我们两个去唱歌，难怪刚才被队长骂。不过阿海，最近唱歌很好听诶，我们来唱给大家听好了。怎么样啊？是还不错啦，可是我们家小白唱歌有点不行诶。我想到的，他很会跳舞哦，来，我们跳给他们看，看清楚咯，转一圈，再一圈，来个 ending pose。哇，好可爱哦，他 ending pose。跟你说，他还一招更加厉害哦，在上面，给他看清楚哦。很颜面，你看人家会跳，不用会跳水。你就只会跳早操，你还会敢啊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再想了。你看海面上怎么突然多了那么多的垃圾？我们赶快把它捡起来。到底是谁啊？这么没有公德心，乱丢垃圾啊！我想到了啦，我们家阿海哦，很会捡垃圾，不然我们两个来 PK 好吗？可以耶。远就听到你们在讲话了，不是叫你们去检查一下海面上的状况吗？报告队长，我们发现啊，海面上突然多了很多垃圾，正准备要把它捡起来。队长，队长，我们两个决定要来 PK 捡垃圾哦。哦， PK 捡垃圾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既然要来 PK 的话，队长我想要找现场的两位大朋友一起下来 PK 捡垃圾，有没有大朋友愿意的来举手？好，我有看到很多小朋友举手，但是要身高比我高才算大朋友。嘿，就是你，我有看到了，没错，你好。OK， 我有看到你，没错，我们一起下来 PK 捡垃圾啊！来来来，我们的比赛规则很简单，你只要双手举高高，队员们就会把垃圾丢给你。那你捡到的垃圾嘞，丢到前面的资源回收桶，一颗就算一分哦。好，不错，你就是我们的白熊队，很好。两位准备好的话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热情，我们等一下大声的数到三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数，一、二、三，比赛开始！耶呼！来来来看一下，非常的迅速，目前来到了1-1的状况下，现场的朋友们，拿出你们的热情，我们一起喊加油！捡到了4颗垃圾，白熊队捡到5颗垃圾，恭喜白熊队获胜，掌声鼓励！没错了，赢了就是要给自己拍拍手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位朋友，你的礼物队长我忘记拿出来了，因为它比较特别一点点，我等一下下班再拿给你 ，OK 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可以先回到位置上。好，朋友，你先回去，没关系，我相信队员应该有话跟你讲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没事啦，你很认真，我看到了，不要这样子哈，没事没事哈，我们下次再来比赛得第一名 ，OK 吗 ？OK， 你的礼物队长有带，我们的荣誉贴纸，好，谢谢，我们可以先回到位置上哦。好，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献给两位朋友以及我优秀的队员们吧。非常的好，现在海面上非常的干净哦，那都是因为有大家的帮忙。今天这项任务特别的有意义，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呼叫队长，呼叫队长，呼叫队长，收到，请说。刚刚收到民众
好的，收到。好，现在有民众报案要处理，那排球队你们先去准备工具，先去处理民众的报案，海洋队就留下来跟我一起把正确海洋知识告诉现场的大家吧。收到。非常的好，来，队长，等一下会出几个问题考考现场的朋友哦。那如果你们觉得答案是对的，就在头上比一个圈圈，哎，要我看到才有算哦。